新的电影一定是有情有义有爱。原来迷恋一个人不需占有，会伴错是永久。想对你好，自己太渺小，不怪这天太高。每次星爷的片子要出来，全球的华人都很期待。不止华人，全世界都很期待。1996年的一部《食神》，让史蒂芬金和姬姐成为了香港电影史上的经典荧幕情侣。直到今天，一谈起周星星是喜剧，莫文蔚依旧不忘情和义。听，轻声细语流转耳旁，闪烁的光芒却让我。我很孤独，英文怎么讲？触手可及，努力我。I love you。